好了，来打世界 BOSS 喽！世界 BOSS 在开始，然后呢，我来换一下活动。我活动想用这只青团，每一次都下去碰碰看好了，因为我现在也不知道哪一只可以。碧螺跟。乱凑哎，这样我觉得我不能放青团，我放一下实力好。老师，上 ，Go Go， 试试看喽，不行你再看看啦，不行也没办法了。前面是小怪，然后这次的 BOSS 比较特别，要打三轮，对，应该很多人还没打到第三轮就死掉了。我这个组合不知道会不会死掉欸，我现在不知道分数是怎么算的，就是一定要打满20回合吗？还是等一下来看看好了，因为我第一场是有超过20回，有到20回合，所以不太确定。然后我看到也有很多人在就是讨论要怎么打呢，我的队伍一集就毙命了。我一开始的四只也是就是老师，然后跟我的那只叫什么用毒的，突然想不起来名字，对，然后还有打滚跟飞龙汤，就是四只血垢也是往一级就死了，然后大概可以撑，因为他一回合一级毙命之后好像会有两回合是小的攻击，所以还好，然后四只大概可以撑个16回合吧，好像是这样子，就是他可能在第7回合的时候打死一只，然后第十回合再打死一只，这样，反正撑到20回合好像没什么问题。对，这没有一集就毙了欸，好奇怪哦，是因为太急吗？好像蛮有效的哦，撑看看能不能。但这个组合输出有一点低，应该说我的那个太伤害太低了，好像不太行。QQ， 应该要去换一下那个。真的好像不会死掉哦。我应该要去增强他们的攻击一下，带那个蛮有效的。其实这个是什么，来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死掉欸，我在想是不是可以不用带老师，但我又怕没带老师很快就死掉了。试试看好了，再看一下。然后讲一下这个碧螺。超级强的，虽然我还没升满，但他真的很强。对耶，为什么血少得很慢吗？但总觉得都是杀小怪，打不到王，真奇怪。好了，本次战绩9000多，也太低了吧！我来算一下这个活动奖励。
我今天打的是22761，24000、68000、100000，哇，要打到这个数字有点难，应该中间就被杀掉了。不知道这里是不是还有两只 boss， 然后我换一下攻击的装。嗯哼哼，不是，这里撑一下。我记得他有前几天有看到有一个人的攻略很厉害耶。但我现在找不到。再等我一下下啊。善聚。怎么不见了？这样我好像不能打了。就是。好吧，但我来看一下哦。我记得有，这个给他了。好，然后来看一下暴击。好，换一下好了。诶，不行，酸，使用，有了暴击加20，可以，然后看一下八仙的，可以。然后再来就是碧罗，暴击先这样好了。然后我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打耶。再来试试看，好，我把老师换掉，换成攻击伤害高一点，就决定是你了。哎咻，这样 ，Go Go Go！ 希望这次的成绩高一点，然后我再来找一下别人怎么打的。这次都没有平民队耶。芋泥、云托、龙井、龙珠，一只都没有，只有一只芋泥。这真的不是一般人能打的。只有抽得到的人才能打啊。再来看一下，好，没有平。这次真的没有平民队伍耶。我也来留言给别人一下，我是什么。我等一下再来截图我的队伍好了，不然哇不行，前面一定要有群攻可以清小怪的。放弃了。
好了，真的没办法，已经第八回合了，感觉打不到哎。诶，开始了哦！芋泥直接被打趴了，这样还撑得下去吗？我们来看看，到底是他撑得久还是我撑得久？拜托，20回合就差8回合了。感觉不行耶，平均伤害三只一起，诶，没有，哦，好了，快了，不知道这有没有分数耶，试试看吧。有机会撑到20回合吗？但伤害好像比前面高欸，还是一定要芋泥，那就只能多个补血了。拜拜。不行不行，好了，来给大家看一下我配的组合是这四只满花满不满星，但没有满满等的。对，然后我觉得我再来换一下他们的三句，没办法了，三句，暴击伤害加15%。治愈，然后再来就是这个，应该可以吧？吗？打滚在这好像没用欸，是不是应该把他的东西给？辣味，好犹豫，我再试一次，再试打最后一次，在这里 ，Go Go。觉得应该还可以，如果不要在最后一关才放大招呢？比较好，最后一关再放，再丢大。还是应该把打滚换成那碧螺啊，等下来试试看好了。可以的。我该手动好了，这样会快一点。六回合打完有点久。再来就是自动打全部乱开。
觉得不痛不痒了。八千，咻，要倒一只的。大滚先倒了。可以了，破万了，破万了，应该一样是两万多啦。就是这组合不强，但也不会到太差。就是平民的每天打一点，打一点。嗯，没办法，就只能这样了。平民。我看到有一个人说，打了无数次，最高才26000。唯一这个，哦，果然放全攻还是比较好的，是吗？我等一下把打滚换一下，换成。我的那个碧螺应该是善具问题。有人说飞龙汤的伤害不够诶，这我倒是不知道，这个很难说，因为抽不到那些很好用的角色，只好这样子了。哇，一万五，太低了吧？22000，比前面还要低。我来看一下，换 change， 碧螺，还是原白下去看一下有没有救，嗯哼，多少的碧螺呢？在这里。善具更换成滚哥的，去试试 ，Go Go， 都试试看吧，暂时只能这样，因为也没有人这样，我看是没有人这样配啊，就是。只能试试看咯，大家配的角色都是我没有的，都试试看。最后一场不行，今天就这样放弃吧。手动，碧螺的大开下去，噔。走，超好用了，3回合，他的大真的超好用，咻一下全部扫光，然后开自动了，因为这个手动我也是出一样，如果这样有更高就把。可能就特别接这段教学，但感觉不会，因为太快就少一个，还是我应该把我的辣味换成芋泥。等一下再试一次看看好。
又要少一只了。No，我的大酱倒了。等一下把辣味换成芋泥看看，然后最后一场，如果有比较好就出，没有比较好就算了。但感觉可能会比刚刚高诶。又来了。老师，老师，诶，为什么他没有开机？没办法再上去了。那个2万多，应该就是运气好，才打到2万多的。So sad。快了，快了。最后一次，换芋泥，Go。然后第三回合用碧螺的秀秀，然后再来开继续自动，比较好。我该手动试，手动有效就手动，但基本上其实差不多。哎呀，有了，6000，只要不死一个，哎，感觉这场可以耶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哦，到现在还很溜。那我大概就会教别人这样配了吧，蛮特别的。对面的，诶，好。就有了，有了，感觉可以破3万了。No，他死掉了，那就没有办法了。碧螺死掉了，就没有机会了。好，反正知道这个是这样的组合是有效的，然后之后就以这个组合下去。可是以刚刚那个情况看来是，好像是不太需要老师欸。没关系，
带着老师，轻小怪也比较快。又要少一个了，剩这两只的时候好像就没办法了，主要应该还是撑血量吧，就是血量不够就没办法了，还剩六回合，我觉得应该可以再撑一下。现在就是只能攻击，慢慢攻击。破50000了！哇，糟了！打不到。好像没办法更高了，50000已经很好了。我觉得每天50000还是有机会打超过一半，对。好了，要结束了，结束 ，over。好了，目前最高战绩就是53000，然后这个组合真的是很可以，对。然后这样你就可以领到这，怎么这是？哦，50000多没有。等一下，我会再挑战，可不可以打到60000？然后我就先去分享这个。